这部电影绝对是香港女星陈萍牺牲最大的一部电影了。青涩成都满天飞，尺度之大让人全程无眼观看。电影开始，老马经营着一家天上人间，这天店里面来了一名看上去很地痞的男顾客。老马见状赶忙上前，就向男子介绍起自己店里的姑娘。老马先是说道，大小姐是一名风韵犹存的小寡妇，二小姐是一个热情如火的女子，三小姐则是青春靓丽的红玫瑰。在老马的介绍下，男子果断选择了带刺的红玫瑰阿珍。而阿珍这朵玫瑰花果然没让男子失望，在男人的粗暴下，阿珍直接就甩给他一个大嘴巴子，而他的这一巴掌直接就给父亲带来了麻烦。原来男子叫做二狗，是这一片有名的地头蛇，为了自己能够继续在这里能待下去，老马不得已的拿起小皮鞭狠狠地打在阿珍的身上。二狗见状没有多说一句话，便转身离开。此时的老马看到地上的阿珍心痛不已，明明是自己的亲闺女，可自己却无能为力。老马自小出生在贫苦人家，每天靠着卖苦力赚点钱，生活本就非常拮据的他却又被老天给狠狠地戏弄一番。妻子死后留下三个女儿，大女儿曾经嫁给一个海员，没多久便产下一子，可是在第三年的时候，大女儿的丈夫出了意外死在了海上，没有办法的大女儿只好回家寻找父亲帮助。二女儿就很厉害，通过一些小心机认识了一位富二代，原以为自己这下可以飞上枝头变凤凰，可让她万万没想到的是，那位富二代翻脸不认人，在得到阿秀后直接就一脚踹开。就这样，老马又负担起了二女儿。由于生活太过拮据，老马只好让小女儿阿珍辍学。之后的日子里，老马只能依靠借高利贷来维持生活，可是面对黑老大对他逼债，老马只能坦言说自己什么都没有了。就这样，黑老大就给他出了一个主意，黑老大把自己的一处门面租给了老马，然后就让他带着三个女儿在里面经营天上人间。老马听到后果断地说道，我的女儿不能做这个，我求求你了。黑老大听到老马的话便直接说道，你女儿会做什么？会做大小姐吗？我现在就告诉你，现在这个时代笑贫不笑娼。听到黑老大的话，老马一时间竟无言以对，只能无奈地答应下来。随后老马就将小女儿扶进屋子里，而屋子里还有两个嗷嗷待哺的孩子，而这所有的重担全部都压在老马的身上。虽然老马非常的想照顾女儿，可此时外面的债主早已经等不及了，就在老马出来后，黑老大就立马上前催促他赶紧还钱。一想到如此大的开销，老马顿时就感觉到一阵头晕，没有办法的他只好把给外孙准备的学费拿去给了黑老大。也就在这时，店里又来了一位小混混，对方指名道姓的要点二女儿阿秀。随后老马就对阿秀说道，那个客人好像认识你。阿秀知道此人，便直接说道，我不接待他。老马听到女儿的话就说，那怎么能行。随后老马就上前询问男子是不是要将阿秀带出去，男子直接说道，我要让他陪我到天亮。可是不管男子出多少钱，阿秀死活都不跟他出去。看到倔强的女儿，老马再次拿下小皮鞭，还好被其他客人拦下，这才让阿秀躲过一劫。而阿秀为了不挨打，就答应去跟男人约会。其实早在一个月之前，阿秀就认识了阿强，阿强一直在追求她，每天都花大把的时间和她约会，可是阿秀之前被富二代给骗怕了，所以一直都没答应做阿强的女朋友。可就在这天，阿强就非得让阿秀给自己一个答复，可是阿秀并不想直接拒绝他，便拿起衣服就离开了。由于被阿秀无情戏耍，所以他才想要报复阿秀，于是他就来到店里点了阿秀。随后阿强就把阿秀带到荒无人烟的小树林，把他交给自己的两个小弟，接着阿强就让他褪去身上的衣服，要不然就让小弟给他上一课。就在阿秀左右为难之际，他的另一个追求者阿虎突然来到，在看到心爱之人被欺负，阿虎二话不说直接将他们三人全部打跑。完事后，阿虎就将阿秀带回自己家里。其实阿虎的心里一直都非常喜欢阿秀，所以自从认识后，阿虎就一直守护在他。阿虎对阿秀非常了解，也知道阿秀之所以做这一行完全是逼不得已。其实阿秀也一直在劝阿虎不要为了自己放弃幸福的生活，可阿虎认定的事情岂是那么容易更改的，说什么都要留在阿秀的身边保护他。这边小妹阿珍一直都想着要回归校园，就在这天，阿珍来到学校操场，正好被打球的小李看到，在见到阿珍的美貌后，说什么也要送阿珍回家。在路上，小李不停地盘问阿珍，恨不得将她上下三代都问了一个遍。虽然阿珍对小李也有着心动，可是她碍于自己的身份，也知道这些富二代全都是花言巧语，可是懵懂的心又指示着她来到操场。两人在一起聊了很多，小李也把自己的梦想告诉了阿珍，可是他所说的这些对自己来说全都遥不可及。过了没几天，小李就带着阿珍去见了自己的父母。
可是阿珍感觉这一切太过于急促，所以他就找了个理由就回家了。而他们两人这也是最后一次见面。回来后就有客人点了阿珍的钟，虽然表面上阿珍非常的认真工作，可是他总是晚来早退，老马也察觉到闺女的异样。在阿秀的提示下，老马找到了小李，他把阿珍的身份全部告诉了他。小李听到后就问道，你们为什么要做这一行呢？老马听闻直接说道，因为我们穷，因为我们没有知识，没有依靠，吃不上饭，所以只能做这种一本万利的生意。所以你现在是不是很后悔认识阿珍？老马本想着用这些话让小李死心，可让他万万没想到的是，小李非但没有死心，反而还坚定地说道，自己爱阿珍，不在乎他之前的事情。这时小李又说道，如果你们是因为债务问题，我可以帮助你们，可对于老马来说，女儿的幸福是任何事情都无法比拟的。如今自己已经把话说透，可是小李却听不进去，接着他又说道，自己要和阿珍结婚，立马举行都不后悔。在看到小李如此认真后，老马也没有多说什么便离开了。可是他们两人的对话全都被门外的阿珍听到，此时的他知道了小李对自己的爱，也知道了父亲的一番苦心。在想到家里的姐姐和外甥后，阿珍最终决定要留在店里继续工作。小李在得知阿珍的决定后异常痛苦，但是他愿意等阿珍回心转意。在看到小李如此痴心，一下子让老马不知所措。而老马这时又想起了二女儿阿秀，他早就知道阿秀和阿虎有了感情，由于心中于心不忍，他最终答应让阿秀和阿虎远走高飞。可是天意弄人，阿强由于上一次被阿虎暴揍，所以他一直怀恨于心，于是就在这天，阿强找来一群小混混将阿虎堵在废弃场，仇人见面分外眼红。由于对方人数众多，没多久阿虎就被送去领了盒饭。在做完所有的一切后，阿强再次来到店里，这一次他还是要让阿秋陪自己，可是阿秀实在是不想和他一同出去，便直接拒绝了他。而老马此时也变得不再懦弱，他直接把自己的姑娘全都招呼出来，在看到自己不敌后，阿强只好灰溜溜地离开了。可是让阿秀万万没想到的是，阿强去而复返，直接就将他给掳走了，然后就让两名小弟亲自来慰问他。接着阿强又点燃一把火，直接把老马的店铺化为灰烬。想要逃跑的老马来到门口，才发现所有的门全都在外面被锁上了。此时的老马直接抱起三妹的孩子就逃跑，而这边阿珍喝得烂醉如泥，没有办法的老马只好把外孙救了出来。电影也到此全部结束。